阿青，起来啊！干嘛？我要我的口琴啊！怎么？我要我的口琴啊！拿去。帝王，小玉，你哇啦哇啦鬼叫什么东西啊？你在发春呐？你谁啊？你要找吴团长是要探听什么人？黄立霞。立霞。你是伊的？我是他儿子啊。哦，看袂出伊有遮大汉的囝呢。我想伊真少年，哎呦，害到真凄惨。你认识他、啊？你讲伊个少年呢，是伫分啥个爽的，还是伫做啥物？不是，是吹小喇叭的。对，立霞吼，互伊害到有够凄惨的啦。啊！因为着要还遐个钱呢，做甲是啊无，有够迄落撇个啦。到尾后来无法度啊，伊只好去做迄落。做什么？啊！等我出去一下，你睇啦。啊！伊当年是离家出走个。啊！你要搁找伊，实在无够有效个。谢谢啊，老板。没啦，免客气啦。谢谢啊。没。你把他收进来，我看看。左手，满桌旅游嘛。哎，养我。怎么了，师傅？羊哦，都跟你们这娃儿都是羊料，古城列子的贱民啊！可怜呐！师傅，那可以吗？好吧，来，阿庆啊，要干嘛？来吃炖，来尝尝。跪下拜师啊！在这边啊？对啊，我们以前也在这边跟师父磕头的。好，来跟着我说，师父在上，师父在上，请受徒儿阿庆一拜，请受徒儿阿庆一拜。拜啊！一、二、三。师父喝茶。师父喝茶。好了，进来呀！哎，进来了。哎呀！恭喜啊！总算我们有缘，那你就跟我了，好吧？坐。谢谢师傅。坐。原来有缘，您太有缘了，师傅。啊！恭喜啊，师弟。阿琴呐，我那个丑话先说到前头，你既然跟了我呢，那么样样都按我的规矩，不然的话，你闯了祸我不管了。我知道。哎，你们呐，要跟他好好相处嘛，不要欺负别个啊！知道了，师父。哎，小雨啊，
我要特别警告你啊，阿青呢是刚出来，单纯得很，你不能教他那些旁门左道的事情，不然的话，你那张嘴呀，我把他缝起来。嗨。嗨。师傅，你对我最坏。好，那美女，想吃什么吃什么，师傅请客哦。